my God.鱼人得用冰鱼了呀，这下。说实话，这上单要是王炼金，我中路是不是又得选永恩跟杰斯了？我又要被打爆，是这样吗？是这种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冰女还没了哦！挺好的，我去上路跟这个。跟这个冰女发育啊，我也不会养爹，然后打团我可以限制鱼人、限制瞎子、限制冰女。上个厕所。我回来了。哇，他们 ADC 是，哎，对面 UZA 啊。我们下路这对面这个 ADC 是 Puff， 我操，拿胜！我觉得我这把上路会被针对，兄弟们。我瞎子不会来了吧？我大不了不吃线，这就是细节，兄弟们。我不吃线，这波线我不吃。我就不吃。兵可以少吃几个，但是能不能送啊？去游一波看看有没有机会。要挑战命运的一环。可惜这个没杀死，不过也还行了。我送给瞎子，我也不能送给鱼人。这波去游一波。
滋。我操，烧不死你，要死了他，哼。他死了。急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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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路什么情况？哎，哇，这瞎子好秀啊，得奖励一个鬼书，我操，打不动他。哇操！这波 ADC 被R到了。杀这个，杀这个，杀这个！瞎子要在这被我烧死了，这瞎子。
哎，如果我记得是瞎子，他是不是就死了？不会，他也不小心的。装备出错了，我大猫不可能做得出来呀、啊，我肯定出小件的。瞎子不在的主播兄弟，沉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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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恶不心死你！说实话，你去问问，你们去问问对面的，我恶不恶心？我操，我这把。这波瞎子不在，我直接锤死，直接啊死！